好啦，今日要離開依間酒店啦。今日我就想走一轉去番禺同埋順德。OK， 再見依個全貴酒店啦。攞車先。番禺廣場。49分鐘。OK。準備出發，注意變燈。3、2、1，好，觀海大橋啊，我就到咗要番禺廣場啦。哦，依度就係叫番禺廣場嘅地方啦。即係喺一笪地方，啲人喺度等車。番禺咧，我就真系唔知有咩地方好去啦。总之架车停低喺度咧，就系揾到咧我背后呢个糖西牌坊，咁啊停低架车。冇嘢，入咗呢个牌坊都系好乡村嘅地方。我西旁牌坊咧，对面有个番禺首个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喎，就咁。而家喺番禺嘅路上，就去紧顺德啦。情人要我困倦，寂寞是等未完。小德路况互助提供信息：前方岭南隧道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，距离1公里，请小心驾驶。40分鐘车程就番禺去呢个顺德，咁呢度咧叫做咩？顺德。海岸喎，潘樂海岸站，地鐵站嚟嘅，呢度係順德嘅地鐵站，潘樂口岸站，你睇幾靚，好似滴啲油漆落嚟。哇！原來潘樂海岸係咁大個景區嚟㗎，國家級夜間文旅消費聚集區，過咗嚟係個商場。喺對面望過嚟就見到呢個藝術品啦，順德尋味。哦，原來係順德漁村。Old Plaza， 好靚啊，火車。歡樂海岸咧，應該係一個主題公園嚟噶。你睇有嘢玩喎。同埋個方圓好大嘅喎，但係入到嚟咧，我諗可以買飛玩嗰啲過山車啊、摩天輪啊、這個扶手機咁嘅喎。但係我唔使買任何入場費入到嚟嘅喎。歡樂海岸 Plus。有過山車啦，跳樓機啊啦，互動影院，咩叫拉長冰淇淋啊？試下先，土耳其拉長冰淇淋，細路仔好開心，有咁多嘢食，我摩天輪都好大喎。對面有商鋪啊、食肆咁樣，按摩嘅地方都有嘅喎。豬肉鋪食咩嘅咧？咁梗係食豬肉啦。呢度做泰式按摩，這是我的嗎？啊，對，给您说的。
谢谢。有米粥料，阿布柠檬茶。紫扎的螺，好了，行完个欢乐海岸航拍完添啦，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游玩地方啊。好，而家咧我就开车翻斗门啦。在这里啊？啊，哦，办 ETC， 那要什么？要身份证，还有行驶证。办 ETC。道口啊，睇下点过先，就咁过，系喎，就咁过喎。